对啊，我要让宝师傅来说说，因为其实宝师傅做厨师做了40几年、嗯、最近这一段时间、嗯、心情如何呢？等一下有听众朋友留言说直播没有声音，好了，有声音了。好，你自己看最近这一波疫情，因为 SARS 的那段时间、嗯、你还在饭店里面做主厨、嗯、对不对、啊嗯、再看这一波的新冠疫情，宝师傅有什么感想呢？感想就是说努力度过这个难关，不是只有台湾大陆，这个难关是全世界。嗯啊，这个难关大家咬牙撑过去。嗯，撑过去，往后看一片光明。嗯，对啊，而且呢，我跟宝师傅呢，最近这几天呢，其实呢，也一直都有收到同业的一些讯息啦。嗯，然后呢，我们其实试菜的机会有稍微减少一下，可是也没有停，因为很害怕，就是跟听众朋友说，很担心疫情过了之后，台湾的许多产业也都惨兮兮死光光，嗯、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也会跟大家推荐好吃的东西，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去捧场。好。嗯，宝师傅今天写出来，我要给大家看宝师傅今天做的笔记。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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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如果有追上直播的话，你看昨天晚上宝师傅就在家里跟我吵架，他说我不做笔记怎么上广播呢？好认真哦，害我都有一点觉得汗颜，我自己有的时候都没有做准备。哥哥今天要跟大家推荐什么餐厅？第一个是玉卓。玉卓，我们的学员维特，孝子维特的餐厅。孝子维特的餐厅，老实讲，我们其实在这波疫情的时候，的确替很多餐厅朋友捏一把冷汗，是，好紧张哦，你知道，都很担心他们的生意变得很不好，嗯、尤其是在确诊病例超过100的时候、嗯，好多同业都告诉我，忽然之间。定席全部取消，现在已经超过300了吧？对呀、啊，我其实这段时间，我们这个连续假期，我会带我妈妈去吃天厨。嗯，因为呢，清明的时候不扫墓，可是呢，对于过去的人，我们也要怀念他、嗯，所以会带妈妈去吃我爸爸生前最爱的一家餐厅之一，叫做天厨菜馆。可是今天不跟大家讲天厨，今天讲宝师傅要推荐的餐厅、嗯、玉卓精致料理，说吧。是啊、发生什么事？我们为什么跑去吃饭？没有，那一天是那个、啊、我们请那个伟林啊，还有去试菜啦。对，去试他这一季的菜啊，伟林啊、欧主任啊，他们一家人啊、嗯、一起去试啊。好，我们吃了什么好菜啊？你要给那个牛宝推荐那个他的哦，牛夹肉，牛夹肉、啊。因为呢，维特呢一直有一个东西是从开幕到现在我非常喜欢吃的，是油封鸭。油封鸭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牛夹肉，他自己以前在家里就很会用铜锅烧牛夹肉，有的是咖喱风味，有的是中华风、啊、有的是茄、就是、有的是茄汁蚝油茄汁的。 对, 对、啊、因为那天呢在客人里面有一个4岁的小女生，对，然后因为4岁的小女生我觉得吃套餐有一点不太合适、嗯、那所以特别就要维特准备牛夹肉给她吃白饭。对呀、啊，对不对？而且维特的白饭也很特别、啊、好，所以那天我们吃到了什么好菜？哦，他那一套就是第一个是冷菜嘛，花团锦簇的一个沙拉。嗯，哎，然后呢？对呀、啊，啊，他这个沙拉是没有生菜的沙拉。什么叫没有生菜的沙拉？它都是那种玉米笋啊、番茄啊，都是那种根茎类的、哦哦。我想起来了。对啊，玉米笋、嗯、番茄啊、嗯，还有小黄瓜、红萝卜啊，嗯、对不对？他的小黄瓜和红萝卜。切好了有腌制过、嗯、他有做了几，因为维特做事也很有细节了、嗯、他就把那个红萝卜小黄瓜切好了以后先用盐糖醋先腌起来做另外一个味道、嗯啊、那个玉米笋白煮嘛、嗯啊、番茄有腌了一些那个梅汁的味道、嗯啊、他再煮了几尾虾、嗯、新鲜的虾、嗯、卤了一个鲍鱼，你看他光这道菜有白煮的、嗯、有白灼的、嗯、有腌制的、嗯哼，还有那种卤的，嗯，哎呦，广告来了，我都没有发现呢、嗯。我跟你讲，是因为宝师傅的手机一直响，吓一跳，我赶快把它拿过来，说我都没有，没有，我关静音了、啊，所以要一直抖啊。廖董打电话来了，抖抖抖，刚才我吓一跳，一直抖抖抖抖抖，对呀、啊，嗯。有人说你没有戴口罩，他不用了，他声音比较小，啊、对呀、啊，我声音比较大。哥哥，嘿，已经过了一段了，一段了，对啊，你等一下要快讲哦。好，
对呀、啊，我要跟大家讲的是维特的玉镯精致料理，虽然他卖的是套餐，是，可是他有几道菜一直都很好吃啦、嗯、我们也很希望他在这段时间的疫情能够卖单点、啊、可是他好像还没有接受我们的建议。他不是，他还在 run 呢，还在看哪几个菜比较好。有人说好想要上你的课，好啦，老师广告的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嗯，是，就是宝师傅的课也全停了，因为二月到五月因为疫情的关系先暂停了、嗯、啊，等四月底五月看我们这个疫情如何、嗯、再请洪琦班长去招生。对啊，因为很害怕，因为很害怕疫情还是那么严重，我们觉得还是不适合，因为宝师傅那么多人一开课就三四十个人，其实蛮危险的，我觉得，而且大家都要拆口罩试菜啊，都是聚集在一起危险、嗯、等疫情要舒缓了，舒缓了以后再。所以宝师傅全部的课都停了，全部都先暂停，先暂停一下啦，大家也不要太紧张。不过宝师傅这段时间也没有努力拍做菜的影片，好了，我在家里多开一点直播好了，多开一点直播让宝师傅教大家做菜好了，好不好？否则的话好像不上课，好多学生都说手好痒哦，都好想要来上啊，那就自己在家里做啊，在家的餐桌传承家里的美味就好了、啊、我们上次有教做一道菜叫蚂蚁上树、哎、有对，我觉得那道菜非常好吃，那是四川的一个家常菜，我们那天三把粉丝全部都干光，对不对、哎、一顿就把它吃完了我们两个人三把，你还想说第三把了？对啊，我本来还想说要留下来存菜，结果发现不行哦，好好吃哦，它是一个淀粉一个主食嘛、嗯、所以等于是这段时间我们加开直播好了啦，加开直播教大家做菜好了。宝师傅很小气的，每次我要开直播教大家做菜，他都挣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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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愿意。家里做菜不好弄，家里他嫌家里做菜给西没有准备好了，可是这样子比较家常、啊、好不好？好，我们等一下呢，要宝师傅要给大家介绍玉镯精致料理蓝仲明牛肉面，还有美福牛排跟海珍私房菜。其实海珍私房菜那天 Eddie 也在，所以他们其实是大师 PK 大师。好，等一下、哦、四手连弹。好，来。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今天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中华厨艺学院的掌门人，也是我的哥哥曾秀宝宝师傅，来跟大家聊聊餐厅的菜，好餐厅好吃的菜。第一家是玉镯精致料理、嗯、可是你动作要快哦，因为我发现四家可能讲不完、啊、嗯，讲不完就算了，这能讲多少算多少，你赶快讲，不可以这样子佛性哦、啊、刚才就是第一道那个沙拉盘嘛，对不对、嗯、花团锦簇嘛，因为它就是五颜六色，而且各种口味，嗯，鲍鱼啊也卤得很好，所以第一道就蛮好吃的。嗯，我喜欢鲍鱼。第二道是一个四方豆皮去包那个干贝卷，嗯，就是这个四方豆皮它比较少见了、啊、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豆腐皮、嗯、四方豆皮原名叫千张哦，千张就是四方豆皮、啊、但是不是白叶哦，千张不是白叶哦、嗯、是比较大张的比较薄的豆腐皮、uh-huh. 啊，它包的那新鲜的干贝去蒸、uh-huh. 啊，再挂一个很好的汤汁啊，加一点五颜六色的蔬菜跟菇，这样用好的汤汁淋上去，那豆皮很软、嗯啊、那个干贝又应该是北海道的干贝，很好吃，我们会po出照片、啊、连我们的那个朋友都觉得很喜欢、嗯、小孩子也很喜欢、嗯、有一点熟路、嗯、你知道有一点熟路菜的感觉、啊、再来、啊、它有个海味鸡汤，就用干贝去炖鸡汤、嗯嗯啊、那个汤炖起来很鲜而且很烫、嗯、对，我那个汤要喝的时候特别注意、嗯、很烫口、嗯、哼，不小心舌头就烫到了再来啊，它的主菜是一个豪吃牛排，嗯啊，我们给那个牛宝就做了一个那个可爱的小女生牛夹，就是茄汁炖牛夹，都想偷吃他的牛夹。他的牛排那一天刚好是那个和牛，就是一板和牛，嗯、就是澳洲的一板和牛。我觉得效果也不错。哦，那个他用中式的煎法煎起来不错，不比西式的茶好，嗯，而且那酱汁也很不错，嗯，搭配的芦笋要烫得很嫩，很好吃，嗯哼，啊，尤其吃他的牛排跟那个牛夹的时候，一定要吃白饭，嗯。它的白饭、哦、煮起来、哦、可以比拟那个月光米，日本的月光米，可是并不是月光米，它有独特的煮法，台湾的米煮出这个 很好吃的白饭、嗯、所以到玉镯就是要吃这种煮菜配白饭、嗯哼啊、它的牛夹就因为它用铜锅炖、啊、它选用的是澳洲的这种牛夹、嗯啊、这个牛夹炖起来这样那个筋又软又滑又黏、
嗯，好像整个那个嘴巴密住一样，都烧得极好、嗯。对啊，那个是我特别指定、嗯、一定要出给小孩子吃的。对啊、嗯、啊，他最后收尾来一个那个芝麻糊，嗯哼，因为他上一季的那个核桃糊啊、哦、奶味太重、嗯、压过那个核桃的味道，嗯啊，所以我上次有跟他讲，他这次芝麻那个芝麻的风味就有出来，嗯，奶虽然很浓，芝麻香味也很纯，嗯哼，啊，因为他用腰果打成的那个泥去做勾芡的动作、嗯、所以他是用好的东西，又不是用太白粉也还是糯米粉去勾芡，所以汤汁很滑很顺又很浓。所以虽然名为芝麻糊，可是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它里面加了腰果泥，对，腰果泥，所以它又甜有自然的甜味又滑顺。好，紧接着下来呢，这个是大家吃不到的，我有特别写哈，宝师傅的另外一个学生叫蓝仲明，蓝仲明呢包了一个算是一个酒，一个算是葡萄酒专卖店的、那个、民族西路193号，它叫做酒食无双啦， 那家店、嗯、它是专门红酒白酒这个专卖店，爱喝红白酒的人可以去那边、啊、他那里有试菜做试酒的课，也有做烹饪的课程。你先讲蓝仲明怎么回事。蓝仲明就几年前在实践有跟我学过卤味牛肉面、嗯啊、他觉得很不错，所以又跟到了道江，又跟到了我们这个东方来，一路 follow 来上课来、嗯、啊，是到了这里我才说哦，原来他以前就跟我学过，嗯，因为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男生，他们家是药商嘛，我记得他们做很多生意了、哦、好啦、嗯、啊，他就是有一次在脸书鼓起勇气说，老师，我经常做牛肉面，啊，我也看到你给我按赞，他说我能不能请你们来吃他的牛肉面，吃我的牛肉面，嗯，我一口就答应他了。当然啦、嗯、当天去哦，好热闹、嗯、他那厨房东西摆得满满的，生菜啊，那些卤好的牛肉，煮好的黑白切、嗯、好，我们现在讲他的那个，要对麦克风、啊、好、嗯、我们先讲他的第一道菜、啊嗯、黑白切好了、啊嗯、他的黑白切是用牛胸，万国牛肉的，对，就是万国刘美兰帮他准备的牛胸、嗯、还有那个牛白腩跟牛舌头、嗯、白煮，嗯、白煮把它煮到很软很 Q、嗯哦啊、沾我那个四川的那个酸麻辣的那个汁、嗯啊、加点蒜苗、哦、那个口感吃起来、嗯、因为台湾牛有特殊的一个香味跟甜味、嗯、它进口牛是没有这种味风味的，所以教大家也可以在家里做牛肉的黑白 黑白切、嗯哦啊、他做了一个酒香鸭舌，这酒香鸭舌是他排队的东西，为什么？他的朋友已经排了二三十个人、哦、他们要给他订了，等着订他的酒香鸭舌。 这其实也是我的啦、啊、就是现在已经变成蓝仲明式的这个酒香鸭舌。那天现场就有一个是美丽信的一个朋友、嗯啊、然后他就讲说他排队排好久都订不到、嗯、然后那天在现场可以吃酒香鸭舌，他就努力吃，对，拼命吃拼命吃，对、哎嗯、啊，这酒香鸭舌就是用纯酒去烧制的，非常香、嗯、香香辣辣蛮好吃的、嗯啊啊、他做了一个那个鲜葱的牛肉汤、啊啊、由我们那个刘美兰，就是那个万国牛肉的刘美兰帮他选东门市场的万国牛肉扇子肉跟那个沙朗心、嗯、沙朗头了、欸、我其实很好奇、欸啊、是因为我一直都认为只有善化的现宰牛肉可以做鲜葱、嗯嗯、可是没有想到北部，就比如说我在东门市场的这个、嗯牛肉专卖店里面买到了这个牛肉，也可以切成薄片、嗯、用热汤，因为它也是当天宰的、啊啊、只是它不像那个是说没有强调，强调说它几个钟头一定要吃掉的、嗯、可它切好了以后那天做，因为它熬了一个汤，就是用烤过的那种猪骨鸡骨牛骨去 熬了一个牛肉汤。广告来了，休息一下、哦、等一下再回来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听众朋友，因为呢我们上一阶段广告没有进，现在广告来了。好，这边写的是2737啦，对吗？这边上面是2749 2750，对啊，2755，对，我们刚才其实广告的时候，我们今天宝师傅在现场，嗯，我们今天宝师傅在现场，广告都不正常进来，广告不正常。哥哥你看一下你的手机啦，一直有人打电话给你，2737啊！对啊，你刚2727就进了。哦，对哈、哦，我刚才忘记了。对，哦，我多进了十秒，但我跟你比十秒，那你就进，那就不是因为你知道我刚才18没有进广告，所以我刚才很紧张。我想说奇怪，我第二段也都还没有进来。好啦，是我的失误，哥哥，你电话一直响。
没有，我已经关掉了。Hello， 陈维胜，好久不见。对呀、啊，宝师傅，其实今天宝师傅是在这里 show off，、嗯、因为呢，上了宝师傅课的学生都可以煮拿手菜来宴客。对，我要特别讲那一家那个葡萄酒专卖店哈，它有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可以外租，嗯、那所以很适合。我们今天大概坐了几个，十二个人吗？大概有12到14个人，对，大概有十几个。它是个大长桌，是一个长桌，然后它有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嗯，然后这个葡萄酒专卖店的老板自己也会做菜，所以呢，他会在这里办一些试酒会，就是大家可以来品。那天黑白切就是他切的，对啊，也可以品饮，然后他也可以帮忙，他也可以帮忙。啊，我觉得那个地方很适合。如果大家想要自己秀一首，地点也蛮好找的。嗯，就大家如果想要自己秀一首，可是自己的家里如果是不方便的话，其实像这样子的场合就很合适。宝、嗯、师傅等一下会快速讲完蓝仲明的牛肉面哈、嗯，因为你吃不到。宝师傅接下来的这两家你吃得到，吃得到再跟大家聊菜，因为聊的是好餐厅，也跟大家聊菜。嗯、还有啊，食材如果很好的话，水煮切片就很好吃。那天那个黑白切就很惊艳，对不对？那个牛肉汤也很不错，而且黑白切它的部位很多，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很多部位你不认识，是不是？牛舌认识了，不是牛舌了，它还有旁边的，不光是扇子肉，它那边还有隐藏的部位。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今天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曾秀宝宝师傅，打我国宴主厨曾秀宝宝师傅，也就是我哥哥中华厨艺学院的掌门人，来跟大家介绍餐厅，来跟大家聊聊好菜。我们呢刚刚讲的是蓝仲明牛肉面，这个其实是大家吃不到的，可是呢要跟大家说要在家里宴客有很多方式，对不对、嗯、以牛肉为主，以牛肉为主、嗯、不光是黑白切、嗯、还有牛肉的这种清汤、啊、然后还有牛肉面，川味牛肉面，川味牛肉面、嗯、好期待哦。那天他的牛肉面哈、嗯、他那天去他就烧好了嘛、嗯啊、他把我的牛肉面的那个完全就是完全都表现出来，可是我觉得他这个风格又跟你不一样、那个、其实就是那一些料，那些只是个人爆炒的方法不一样、嗯、其实做法手法都差不多、嗯、就他要把那个辣味麻味还有牛肉烧的软嫩度、嗯、还有那牛肉汤的那个厚度、嗯、都表现出来，对，非常满意那一天的川味牛肉面。宝师傅，那天我们吃完了之后，因为吃得很饱嘛，我们两个人就点着一个肚子，然后就慢慢走回家。因为呢，不走回家不行，因为呢，每一道菜我们都吃得很满意，然后都吃很多，对不对？嗯。还有就是那天其实在现场会发现，牛肉面跟红酒其实是合拍的哦。嗯，对不对？那天喝了，在吃黑白切的时候有喝一点白酒了、嗯，一点点而已，啊、主要是红酒，牛肉面上了红酒，对，主要是红酒，就觉得很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这点一定要给大家提醒哦、嗯、你知道就不管是怎么样，酒后一定不要开车，喝一点点也不行、嗯、好，蓝仲宁牛肉面，接下来这场非常精彩，来海珍私房菜，嗯，海珍私房菜跟 Eddy 哥也做了几道他的拿手菜，香格里拉远东饭店的厨艺总监，那天就邀请我们去海珍 吃饭。其实那天菜很多了，我只是大约拿几道出来、那个。而且那天呢 ，Eddy 哥你知道也在开放式的厨房秀了几手，啊、差一点把厨房烧掉。因为大师傅做，宝师傅也有啊。就比如说大师傅做菜，经常你知道就是这样翻了、啊、翻了、啊、翻了、啊，酒就下去了，你知道油就来了，就轰轰，对不对？不是什么，你要帮 Eddy 讲什么？没有。那天你吃了什么让宝师傅惊艳？不是啦，其实那天有两个菜，就是我们讲、嗯、先讲海珍的菜，他前菜很多，拿两道来讲。嗯，一个是黄豆地泥，对，黄豆泥，还有一个是炒冲菜。嗯，他的黄地豆，我以为他是用那个干的蚕豆去发芽豆，发芽豆去剥皮去煮出来的。嗯。可是后来讲又没有那个臭味、嗯、啊，又不像土豆泥、嗯、哼，后来他讲黄地豆，哦，我们恍然大悟，我觉得黄地豆替代蚕豆好啊，黄地豆用酱油一点八角卤过、嗯、红烧过，红烧过又再打成泥、嗯、啊，去炒制出来，哇，很赞呢，对呀、啊、我第一次吃到这种风味，很不错，而且我觉得更细腻，对不 对更细腻，那个口感
你要用蚕豆比较粗，嗯，啊，黄帝豆比较柔，比较软。因为老实讲，台湾没有蚕豆啦，台湾大部分的蚕豆都是中国大陆进口、干的，干的。那因为黄帝豆又是当季的东西，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觉得黄帝豆有人吃蚕豆不喜欢，所以蚕豆有一个臭卡修，有一个臭抹布的味道，有一个臭抹布的味道。啊，有的人就喜欢这个臭臭香香，啊，黄帝豆反而没有，所以黄帝豆好适合。我们应该发明几道黄帝豆料理。黄帝豆很好做了，对呀、啊，卤啊、烧啊、煮汤啊都可以了。嗯，会。嗯哼，那个再来一个炒葱菜，炒葱菜，它、哦、葱菜也是自己腌的，用那个芥菜的那个尾部那里。葱菜怎么做？晾干，你就晾干嘛。嗯，晾干了以后切粗粒。嗯，要晾干哦，晾干水分少，它才葱得起来。嗯，啊，锅子热。嗯，啊，热锅这样快炒。嗯，有的人加油吗？有的人都不加油，直接热锅快炒、嗯、用那热度封在罐子里面、嗯、倒扣，对，它冲起来以后再来调味，有芥末香的菜啊，有的是吃冷的、啊、有的就直接拿来炒、嗯、那天炒那个肉末跟那些豆干，它好像炒得像雪里红，我觉得好好吃哦。对、啊、就有点它的冲味没有像 wasabi 那么明显，但是有微冲，很香。好，我们今天有开直播哈、那个、那个菜很适合配面配饭。对啊，我们今天有开直播，有听众朋友在直播里面留言，在讨论哥哥、嗯、哥哥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是什么。有人在讨论是兄妹，可是也有人跳出来讲是夫妻。是夫妻啦。嗯，兄妹不可能是这种模样啦。对啊，兄妹不可能长得很像是真的啦，你不可能被我骂成这样子，对不对？你跟他就生气了。妹妹怎么敢骂哥哥？哥哥赶快继续快点。好，嗯，好，我讲艾迪哥几道菜了。对啊，好惊艳哦。他那天烧了一个海参，嗯，那海参哈、哦，海参红烧的，啊，带甜甜的，嗯，不像我们江浙是那种浓油赤酱。他说那个是活的海，哎，不是，他是东北角的一个新鲜的海参，没有干燥过的海参，没有干燥过的海参。嗯，我说，哎，海参怎么会有五加皮的味道？五加皮的味道，我就问 Eddie 说没有啊，他说我只用两种菇，嗯，哎，松茸菇跟牛肝菌、嗯、泡出来那个汁水，啊、嗯。啊、可能加点鹅掌汁什么去烧，烧、哦、出来很特别那味道。我是没有吃过这么特别，哎，这种菇的味道我居然吃不出来，吃出是五加皮的味道，很香跟软。我其实有吃过新鲜的海参在山东啦，我在台湾还没有吃过。没有海参，我日本料理有吃过了，脆脆的，很好，对不对？它是做冷的，嗯，生冷的吃，脆脆的，不像这样稍微入味的，很好。而且我也不知道，原来用菇的汁可以拿来烧，烧海参，对，效果好好、哦，真的。啊，艾迪哥的另外一道菜是辣味饭啊，他那个是他经典开花辣味饭。他那个宝锅就一个大砂锅，嗯啊，他的米饭就是他强调他不用那种泰国的丝苗香米，他有拌过味道哦、嗯、啊，他是用那个我们台湾的那个不哪个地方的我们的蓬莱米，嗯啊，他就是加了腊肠丁、干肠丁，对啊，去生宝，包好了要调那个你知道辣味的那个汁啊什么去拌那个饭，非常香，然后上面还铺满了腊肠粒粒分明啊。包好了以后，他把那个蒸好的煮好的那腊肠干肠切片插起来，像一朵花一样，里面就有腊肠跟干肠丁，外面还有，他饭里面就有包那个东西，然后饭是黑黑的、哦、好好吃、啊、那饭在黑黑香香，好香好浓，这个也是我们吃过最好吃的腊肠辣味饭，不一样的风味了，你不能讲味道比较重，看个人喜欢的，真的我是个人蛮喜欢那个味道，而且可以包出锅巴哦、嗯、味道非常好，很香。其实 Eddie 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嗯、哦 ，Eddie 想要做蟹黄宴给我们吃了、啊，我们都还没有时间去吃。好啊，你再因为其实还蛮有趣、嗯，因为我自己觉得像宝师傅就跟 Eddie 不一样 ，Eddie 呢是走到哪里只要是有厨房他就可以做菜。对啊，宝师傅人家都邀请 他是轻松做啊，我们做我们有压力啊。每次宝师傅跟一些朋友在一起，大家就拱宝师傅说你也做几道，你也做几道，宝师傅都没有，宝师傅都要准备的好好才要做。我觉得跟个性不一样，你都没有办法潇洒信手拈来，哥哥对不对？他笑了，我这么胖那么潇洒干什么？我把东西做好最要紧、啊、哥哥胖跟潇洒是不抵触的、嗯、胖胖也可以潇洒。好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今天来搞笑给大家开心，休息一下再回来，直播没有停。哥哥讲话的时候一直压挤皮衣，大家有听到吗？有吗？有听到哥哥，因为他会把我那个皮衣的声音，有听到摩擦的声音吗？还是收不进去？
好，我们等一下海珍。我觉得那天我去吃海珍是很惊艳啊，因为呢，以前大家都在讲海珍卖的是眷村菜，然后呢，我觉得大家把眷村菜弄得很粗，就比如说有几家餐厅都强调是眷村菜，他的菜也很粗啊，可是没有，但他的菜有风味了，海珍也很有风味，风味小菜也很有风味，我觉得不是我印象中搞得这样粗粗的那种黑黑的，然后那种他的菜有镬气啊，味道我觉得很好，我喜欢他菜的镬气。那天其实 Eddie 还上了一个东西哈，这个东西其实我吃过一次，这是第二次，我印象都很深刻。他会出一个咖喱锅，有，就是香港师傅会做各式各样的火锅底，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肉骨汤那么简单。他那个咖喱锅拿来涮和牛，他那咖喱锅好好吃哦，很香浓呢。对呀，他们其实就等于是咖喱锅本身就是一个 sauce， 你这样涮和牛的时候还是涮肉片的时候，它就扒上去了， sauce 都扒在这个肉片上，好好吃。那天、就是、我记得我吃第二次了，那天就是只有咖喱锅跟和牛啊，没有别的蔬菜、啊、没有别的蔬菜，就你一盘满满堆的跟山一样的和牛，你就涮吃涮吃这样。有人说你很帅耶、你们要给他一点自信心哦。我从小到大、哦、都被耻笑的，他都不觉得他自己很潇洒、哥哥、哥哥很潇洒啦，潇洒、这个人好奇怪哦。我每次、在跟朋友在一起，大家就说宝师傅你随信手拈来吧，宝师傅从来都不会信手拈来，他一定要准备好他的铲子，准备好他的锅子，准备好他的菜刀，而且都要想好多天。给大家看一下他要上节目，这是昨天他写的笔记，总共有三张，有没有看到？他就是这样子很钉钉的人、啊、所以我每次只要看到有一些厨师像 Eddie 这样子信手拈来做菜，都好潇洒的样子，我都没有看过宝师傅潇洒的样子。哥哥，害得我的朋友都说你嫁给厨师，可是你老公从来没有煮菜给我吃，害我都很不好意思。是我有吃，我的朋友没有吃啊、你看他还有一些有啊，有很少的一些啦、很少很少的一些。而且他如果要请大家吃东西的话，一定是在家里，你知道，做得很澎湃。因为我做菜不喜欢只有水这样煮一煮，在家里我们自己吃当然可以、你做出来就是要有水准，他希望出手就是大厨的水准，做出来就是给像要给客人吃的一样。好嘞，不勉强你嘞。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今天给大家轻松的一集，因为呢明天开始就要放假了，对不对？而且是连续假期，所以今天邀请到的是我哥哥，我哥哥就是我先生，我差点要讲我哥哥就是我哥哥，吓我一跳，我哥哥就是我先生，曾秀宝宝师傅已经退休了几年？14年了，14年，可是还是继续用中菜的基本法教做菜的认真男人，大家交流。对，好，来哥哥，我们今天要来给大家推荐好餐厅，也给大家介绍好菜，希望大家在听宝师傅讲菜的时候、知道为什么这道料理会好吃、知道这里面的 mega 是什么、我们那天去参加了海珍、海珍私房菜的一场餐宴、然后呢、其实那不是，那是私人餐宴，私人餐宴，因为有人过生日，那一天他包场了，对啊，他上面写公今日公休，然后我们本来还进不去，想说餐厅怎么今天打烊了没有开，然后 Eddie 呢就跟海珍、私房料理的主厨呢，他们就共同出菜。对，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欢 Eddie 做料理，因为呢 Eddie 曾经有一年跟着我去澎湖，我们做了用吃爱台湾，我们还一起去台南做了用吃爱台湾、或许有人认为他每次都穿西装走来走去好像不会做菜，其实他蛮会做菜的，对不对？肚子里有东西了。我们吃过他几次私房菜，不一定在远东有卖哦。可是因为 Eddie 哥呢，有的时候会去台南香格里拉的远东饭店，他会办这种像类似贵妇的私厨，做 demo 了。贵妇私厨、你知道那个菜也是非常精彩。好，继续。再来就是海珍的一个白菜狮子头。这个很好玩。不是，因为一般我们狮子头哈，现在狮子头不会做太大。对。他那天狮子头很大。第二个。通常狮子头不会斩那么细，它的狮子头斩得非常非常细，不是小的哦，不是小的哦，因为如果有脚会有丝，它应该有脚啊，在斩剁剁剁，因为你光用整块肉斩那个太浪费时间了，脚细脚以后两次再来斩，把它斩得很细，所以它那天那个肉是极细极细的肉，而且其实斩那么细也不会说也不会干粗粗、也不会，对对对，不会有渣渣哦，而且它是用白菜炖。
啊，上面铺满了蒜苗，嗯，是一道很有味道，而且口感很好的一个狮子头。而且其实它那个狮子头刚上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那是狮子头，因为它被铺满了蒜苗，对啊，都不知道那是什么菜。嗯，然后它开始滚沸的时候，你把它剥开，哎，几坨就跑出来了。老实讲，就跟宝师傅讲的一样，我都很讨厌吃到剁得很碎的狮子头，嗯，因为都是渣，吃起来都是渣。可是它的不会，它的其实很柔软，对不对？嗯，很蓬松，我还蛮意外的。好，再来呢，啊，嗯，他有做，再来 Eddie 哥，嗯，他有做了一个鲍鱼蟹脚，你看他们在 PK， 嗯，两边在 PK。我们那天一看，哎，怎么会有活鲍鱼在那里煮好的放在那里？对，结果他要用那个帝王蟹脚，就活动的那种帝王蟹脚跟鲍鱼，嗯，去做那种大概用葱姜去爆那个上汤橘，橘上汤的那个味道，嗯，哦，就他就把葱姜啊 butter 啊去炒。哦，对，它居然有 butter，欸，对，这是 butter 的味道。我就是说它有 butter 的味道，所以才有一种港式的一种，啊啊，这个通常我们还会再加点香菜梗的那个末，嗯，会更香，嗯，啊，爆出来以后啊，去炒那个就用上汤啊，炒原味啊，你盖出来，嗯，只要 butter 跟那个上汤跟那些海鲜混合出来，那味道就很赞了。我就觉得我们其实一般中式在做 那一锅是一锅鲜，我们中式在做这种料理会加 butter 吗？其他各省份会有 butter 的元素吗？ butter 哈，以奶油啦，奶油以这个广东菜为主，嗯，因为他们在香港本来殖民地嘛，就是经常接触到西式的东西，嗯，融合风啊。我们做黑胡椒才会用到 butter 的，哦，啊，剩下 butter 有啦，我炒一个日式的那种酱油的什么，我会用 butter，啊，我蒸鱼我会用 butter。我觉得 butter 有一种画龙点睛的效果，嗯，butter 很香，尤其是而且 butter 跟酱油。哦，butter 跟酱油，butter 跟鱼露。哎，欸，你让我想起来了，你知道日本人，等我打了他一下。对啊，你知道日本人在煎牛排的时候，上面就放一个butter，有酱油跟butter，啊，然后他拿来配饭，好好吃哦。搅在上面很好吃，啊。如果听众朋友家里有牛排，嗯，想要煎牛排的话，可以稍微舍弃一下盐巴跟胡椒了，嗯。我觉得多一点，奶油跟酱油这样唰挤了下去，呛一下锅，哦，就像铁板烧师傅。它煎好以后，那个酱油从那铲子上滴下来，翻一翻，嗯，翻一翻，那个酱油就扒在那上面，像舞蹈油一样，就很香，又香又好吃。对啊，因为我对于那天的那道，嗯，这道海鲜也有印象，嗯，印象就是来自奶油，啊，教大家一点点味道的美感。好，再来就是刚才我们在休息的时候讲的这个五 A 和牛的咖喱锅，我们来讲一下火锅的锅底好不好？因为 Eddie 本来就很会做咖喱。啊，他做了一个港式的那种咖喱锅啊，带一点微辣，嗯，啊，带那种有点奶油椰奶的味道，嗯，啊，咖喱味道又很浓，啊，因为它的味道够足，嗯，所以五 A 和牛那一盘像山一样一盘哦，我们只吃山哦，和牛配咖喱锅，嗯，你要吃就算个几秒钟吃，算几秒钟吃，没有菜，哦，没有豆腐，那一天光吃这和牛，我吃了四片我就受不了了。嗯，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咖喱锅的概念是咖喱就是一个浓稠的 sauce， 然后你会，他那个咖喱锅是应该是不喝的，最后还可以煮粉丝，嗯，不是煮粥，嗯哼，吃完了那个，因为你烫过牛肉那很浓，可以煮粉丝，所以我说它是酱汁概念，啊，嗯，然后因为它是酱汁概念很浓稠，嗯，所以当你把这个肉片涮下去的时候，嗯，它也会慢慢熟，嗯，然后咖喱的 sauce 就会扒在上面。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吃火锅，大家都认为是清汤煮，对不对？嗯，比较多是清汤煮，很少会有这种像这种浓稠的感觉。为什么浓汤煮好呢？嗯，浓汤煮它的肉就不会涩掉，不会老，不会老。嗯，好，最后一个就是什么？海珍豆那个豆乳拐馒头，就是它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给你垫肚子的菜，那个，海珍姐说豆腐乳是她做的，制作的，自己每一个人离开，每个人还可以领一瓶豆腐乳回家自己涂，嗯，还有领一大包馒头，啊，我从来没有去一个餐厅吃饭领馒头，走的时候的伴手礼是馒头加豆腐乳，她自己做的馒头还有自己做的豆腐乳，喜欢吃的话可以到海珍就试试她这个滋味了。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有一种，嗯，就比如说大家在讨论眷村菜，眷村菜，嗯，我觉得不要用眷村菜定义他了，嗯，我觉得有一种很澎湃的感觉，嗯，有一种热情的感觉在这个餐厅里面，嗯，这是我第一次去吃海珍，不过我想我会再去，嗯，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广告剩最后一段，哥哥给我美孚牛排，好的，你看哥哥美孚牛，你看宝师傅做笔记，
哎，你这样子讲，我好想要去喜相逢吃饭。再找那个老板。我就说，我们其实我有几家餐厅都 hold 住不表 ，hold 住不表的原因是我很想再去吃。其中有一家就是喜相逢。喜相逢早就。喜相逢也有私厨，喜相逢他们可以每一天开一大桌。我应该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我吃过，我觉得最好吃的那叫什么？哦，粉丝螃蟹。粉丝啊，粉丝虾，粉丝虾堡。对，我最好吃最好吃像这种饱粉丝的这个料理就是在喜相逢。他那天不是虾，那天是螃蟹。是螃蟹。因为他蟹膏，他的蟹膏有先烧。哦，对对对。因为老板讲说他的粉丝要先用高汤煮，然后蟹膏要先烧出来再跟粉丝会合。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他有三个东西会跟粉丝相遇，单独相遇了才跟螃蟹在一起。我印象好深。而且蟹垢再蟹垢，嗯，对，而且哎，你好会讲话哦，哥哥好会讲话，他居然讲蟹垢再蟹垢，三度蟹垢哦，嗯，哦，好好吃。然后呢，三度蟹垢才能结合，而且他的粉丝堡也不是黑色的，他的粉丝堡是颜色浅浅的，像这样子，像宝师傅的衣服的这个颜色，因为他有把蟹黄的味道烧到那个里面。对呀，我都好想要再去吃他的私房菜。很雅致的私房菜，啊，可不知道他有没有开，欸，我有的时候在讲到一些餐厅都好担心，啊，他那里生意再不好都会有主顾客，在内湖。对啊，对不对？他的味道实在是很迷人了，啊。我们一开始其实是在讨论他的黄鱼微面，啊，黄鱼微面是早晚都有，他的拿手就是以微面跟小菜来吸引客人。嗯，对啊，他以前是一个西式的那个餐具的进口商，有人要你教用高丽菜做水饺馅。哎，好像离题了。先等一下，没关系，你知道，如果你们要学，我们开直播给你们看。先把这个美孚牛排讲完，嗯。那天吃美孚牛排也好高兴哦。嗯。而且要告诉大家哦，美孚牛排现在还有周四固定特定的牛排买一送一。特定牛排。我那天去美孚，居然美孚牛排馆居然他们收了99个客人，因为不可以超过100，超过100会被罚钱。好好笑，那天陈师傅好开心哦，对不对？陈崇光师傅那天笑得好开心，整个餐厅满满满，好高兴哦。他算是一个奇葩，对啊，别人都惨兮兮，他生意还可以算还维持的不错。对啊，周四那天，因为他周四有，希望大家都能像美孚这样红红火火的啦，把这个生意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而且除了周四之外，他好像其他的时间也有其他的促销方案啦，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客人都不来啊，对不对 ？Hello， 大家好，你知道比较讨厌这段时间，真的好多人都不出去吃饭。可是菜市场的老板告诉我，生意也没有变好啊，所以我都不知道大家在吃什么，吃泡面吗？来，现在的时间是11:51。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曾秀宝宝师傅，嗯，我是王瑞瑶，我是他的老婆。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中华厨艺学院的掌门人曾秀宝宝师傅最近吃的几家餐厅，跟大家介绍好餐厅，也跟大家介绍好菜，也希望听众朋友在吃这些美味料理的时候，嗯，多有学习，对不对？知道，嗯，啊，这味道好吃是来自哪里，为什么它会这个样子，嗯，对不对？反正这段时间大家要防疫都待在家里，嗯，就努力的让自己开心，好不好？好啊。好，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美孚牛排馆。对，嗯，那天我们吃的是套餐呢，啊。我们那天其实是回请几个好朋友啦，嗯，就是回请几个好朋友。好，哥哥来，嗯，好。他第一道就是一个生菜沙拉，嗯，他是用那个马扎瑞拉那个新鲜的那个乳酪，嗯，加伊比利的火腿，嗯，哦，这两个真赞。为什么？那天，那個，一红一白，那天那个沙拉好像牛在吃草，好大一盆生菜沙拉，嗯，啊，淋上那个巴萨米果跟好的橄榄油淋上去，嗯，非常好吃。这个我要讲哈，美孚牛排馆现在还有维持半自助餐，对，就它的这个前面还有一个 main course， 对，啊，再点一个沙拉，前面有前菜沙拉、甜点，你知道还有什么生火腿，他们其实现在还保留。那我那天我有问陈师傅说，你怎么还敢这样子做啊？因为客人喜欢，对，他就回答我说，客人喜欢，客人还喜欢这样子的形式。嗯，那所以呢，我还看到他有开放式的自助餐台，嗯。好，继续再来。再来就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前菜，嗯哼，热前菜。热前菜是什么？白芦笋佐，应该
还不到北鹿嘎的那个鱼子酱，算也是不错的鱼子酱。而且他用的是一个奶酱哦，他用的是一个奶酱。他用一个奶酱，嗯，那个芦笋哈是当季的啊，他把那个皮刷下掉以后，煮过了以后，非常软嫩啊，都没有纤维感。嗯，非常好吃，非常甜脆。现在其实是白芦笋进口的四月到五月应该白芦笋是盛产，在欧洲的时候，嗯，法国或是荷兰都是盛产的，没有错。嗯，那天我们吃到白芦笋，我才忽然间觉得啊，季节到了。对啊，就这样子的感觉。在点缀半匙的这个鱼子酱，哇，嗯，这个你用舌头这样顶一下，那鱼子酱在你嘴巴里绽放的那个滋味，再加上芦笋跟奶那个味道混合起来，哇，那个菜真是。哥哥，我都不知道你的感受这么多，欸，因为宝师傅每次只要看到食物哈，哦，一分钟之内就扫光，那我自己都会觉得说，欸，你有咬到吗？而且它你有吃到吗？你动作这么粗，欸，这么粗，欸，多粗给大家看，大拇指，大拇指，大拇指这么粗的，比大拇指还要粗，圆的这样，嗯，都没有吃。你没有削的时候更粗啊。它削好了也已经像大拇指这么粗了，可是它都没有出丝 啊， 对啊，我那天吃其实都很嫩，很细嫩，很幼细，对不对？啊，带一点微甘，微甘那也不苦，微甘那很好吃，就是芦笋的本身有一个味道，芦笋的那个本质。对对，好，过来，过来马赛海鲜汤呢，这个是高级版的，这个是一个法国在一个很知名的一个汤了，嗯，马赛是一个渔港嘛，对，所以它会用很多甲壳类，嗯，鱼、虾、虾鱼、贝去混合，跟番红花比较低的，跟那个saffron，那个番红花 saffron，嗯，去炒制以后熬出来一个很浓的高汤，嗯，那个海鲜高汤哦，那个海鲜是这样熬出来以后是不要的哦，嗯，那只是像我们做高汤的鸡猪要它的味道，对，像拉面一样，它最后还有一只明虾，很好的明虾，应该是那个澎湖来的，嗯，有好的蛤蜊、干贝、鱼片，嗯，啊，一片那个烤面包，哇，这个汤好鲜，所以我才讲说它是升级版的马赛鱼汤，嗯，很甜，很鲜甜，很鲜美，这只能用这海龙王汤来形容。海龙王汤、啊，太鲜美了。哎，我发现你好会讲话，像我刚才在讲螃蟹的时候，你讲蟹够三次，是不是？蟹够三，因为你讲再见再见再再见嘛，再见再见再再见，所以是蟹够三 次。他现在海龙王汤也跑出来了，啊，不过那天我在吃美福牛排馆的时候，嗯嗯，我发现他的菜量很大，沙拉比较大啦，芦笋也不少，对，啊，不少根，海龙王汤也是，我觉得他是大家会喜欢的那种类型的餐，啊，因为他下一道是一个双拼，啊，嗯，他用那个美国极黑猪的里脊肉，嗯，加上樱桃鸭的熟成鸭胸，因为搭配出来，因为陈师傅想要把美孚最厉害的几种肉都让我们品尝到，嗯，对，啊，而不是只有牛肉而已，先比较轻巧的肉先出来，嗯，就是重的在后面。我好喜欢他们的熟成鸭胸哦，我觉得他们鸭胸好甜，他鸭胸，哦，已经因为熟成大概最少20几天嘛，嗯，所以那甜味都那个浓缩在那个鸭胸的那个颜色也比较深，肉里面那个蛋白质的味道风味非常好，它烤过以后那个滋味都浓缩在，哈哈，嗯，啊，那个极黑猪，我说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不用台湾的，台湾猪也很好，他说，嗯，美国这个猪哈，哦，烧起来很甜，因为台湾的做出来还会有一点腥味，嗯，很奇怪，啊，我说美国猪可能吗，哎，这吃起来真的，而且它还刚刚它里脊肉会脆哦，通常里脊肉是不是太干，对，啊，就是太深，就是太软，因为里脊肉没有油啊，对，它里脊肉是吃起来会有点脆，而且很甜很香，嗯，最重要它很香。好，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我那天其实吃到了马赛鱼汤之后就很饱了，嗯，我那天其实只吃了鸭，然后呢，猪肉我打包带回家，宝师傅隔天早上给我做三明治，他就把这片肉切薄一点，我中间还夹一比例火腿，你都不知道，夹一比例火腿给我吃，就等于他做了三明治给我吃，嗯，那所以等于是听众朋友这段时间如果经常外食的话，有一些东西如果吃不下不要客气，打包带回家，带回家可以做早餐，对，啊，可以做，打包带回家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变化，嗯，下次看宝师傅要不要教大家剩菜来变化，嗯，因为其实非常好吃，都不要浪费，嗯嗯，那所以我吃了两块，一个是极黑猪，还有一个是台湾鸭胸的，他用的是黑蒜酱，对不对？黑蒜酱，黑蒜酱还蛮合的，哦，嗯，它黑蒜酱已经熟成到有点味噌的味道了，嗯，那，嗯，很甘美的味道，很甘美的味道，对不对？所以很搭配这两块肉，嗯。可是我们的主角是什么呢？
熟成大概50天的那个美国乐眼牛排，55天熟成、啊、也是美孚最厉害的一块肉，对不对？ 嗯哼，哦，我那天吃那块牛的时候，我也觉得它好软哦。嗯，熟成的风味，因为熟成会把那个蛋白质分解，对呀、啊，所以它的肉的纤维会被分解，它被酵素分解，所以你那个酵素分解以后，你在咬的时候很柔软，当然不能像豆腐那么软，那就糜烂了。嗯，那个要软中带点劲，啊，还带点筋，嗯、啊，要吃那个肉的那个鲜甜的味道，嗯，还要吃那个肉的有点。血的那个味道，最重要它有一个核果的味道，它核果的味道，熟成有很多核果的味道，坚果的味道、嗯、有的人有讲说像起司很香浓，像红酒，而且它烤得很好，因为它那个三分熟烤得很好、嗯、哼，而且我们那天其实去美孚牛排馆的时候、嗯、因为它客满嘛、嗯、其实不叫客满，它收了99个客人它就不收了、嗯、因为不可以超过100人、嗯、我就发现它的这个烤炉就是烤火、嗯那个牛排的地方、嗯、已经一字摆开在休息了，对，已经都 rest 了，你知道，就比如说我看、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生意这么好，你知道这么好的一个景况了，因为最近看到大家都是惨兮兮啊，每一家餐厅都空荡荡、欸、好像是我们家包场一样，这样这么惨，对不对？所以状况是不一样，对啊、嗯、哼，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啊、哥哥最后还有什么呢？他最后就上了两款甜点嘛，有一个那个时间到了，拜拜，好，拜拜不过最后用这个甜点跟拿铁来收尾，他的甜点也很有趣、嗯、他的甜点不甜、嗯、他做的是 yogurt 冰，然后再搭配很多新鲜、嗯、yogurt 冰我没有吃，很多新鲜的水果、嗯、而且呢它还带一点糖浆、嗯、所以它连它的甜点也好特别哦。然后听众朋友说突然想吃牛排了，推荐大家周四呢它的招牌牛排有买一送一，那如果你们不想跟那么多人挤，99个人挤在一起，那就请你们平常的时间不要在周四的时候去，而且去的时候还可以顺便在楼下美孚食集买东西、哦、我们那天在美孚食集逛了一下，对啊，买东西。好啦、嗯、超级美食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你要讲拜拜。拜拜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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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